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羊肉烤包子。那羊肉我一般会买这个羊肩肉，这里大概是一磅，然后我还会去超市，一般亚洲超市和印度人的超市都会有这种手抓饼。那我们主要用这两种材料加洋葱。先把羊肉切成条，然后我们再切成小一点的丁，我会切的比较细一点的丁，像大概是这种大小。在准备肉的时候呢，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手抓饼拿出来解冻。那么这个手抓饼呢，它其实很好处理，它都有胶纸的，所以你就把它其中一面胶纸给煎开，对，它就慢慢就会解冻，然后包的时候就会软糯，然后你很容易包。两个大洋葱也是切丁，切洋葱的时候呢，你就尽量切的时候让它整整齐齐排着，它的那个挥发的味道呢不会那么呛眼睛，所以一般我是这样盖着它。好，我们已经切好了这些姜碎，然后这个是 cumin seed， 我会放一个 teaspoon 的 cumin seed， 会研磨一下，既有一些粗粒感，也有一些磨碎的。这里是一些辣椒，干辣椒，这里有一些是这个胡椒粉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把油，橄榄油，放这个姜末和香料一起炒，然后也是洋葱一起放，就是大概煎至洋葱有点微微发黄，洋葱炒的有点点焦黄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加这个切好的羊肉丁。所以我是把这个馅先炒熟了，然后再包到那个手抓饼里面，所以这样烤的时候呢就不担心它烤不熟。加点蚝油，差不多熟的时候呢我们再加盐，因为加了盐它很容易出水。加了盐试试味道，还是不是很够，所以我们再加点。我们这里有一点点那个辣椒油泼辣子，我也喜欢加一点点油泼辣子，增加它的味道的丰富程度。对，加了一点辣子之后呢，就自然的香味，然后洋葱的甜味，然后羊肉的那种味道都出来了，就很有西北的那种风味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关火准备可以做我们的馅料了。我们再做一个示范。所以对折的时候呢，我会里面的比较短一点，所以这样先把这个边给锁住，然后你可以拿起来做，你也可以这样做，使劲的捏，然后再回去。我捏的也不是特别好看。这些饼做好之后呢，我们要做一个鸡蛋涂液，姜粉、黄粉是让那个看起来更黄一点点，一点就够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。好，搅拌好的egg washer 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涂在上面。鸡蛋液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开烤。我是设的是400度，先烤12分钟看看，或者12到15分钟。这个呢是后来觉得还不够黄，又 低温 boil 了两三分钟，2分钟的，所以颜色更好看，所以
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羊肉烤包子。有一个地方的做法跟这个做法很相似，是阿根廷的一个食物叫 empanada， 也是类似的做法。